好的，好撒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啊。那这期继续分享评价国货好鞋。那这么多期的球鞋视频做下来啊，我发现很多学生党的朋友，还有是预算不多的这个上班族的观众啊，买鞋这件事情上，他们的需求其实非常简单的，就是平价、好穿，并且质量过硬啊。那满足这三个条件，我个人认为国货运动品牌呢是一个首选。那这几年国产运动品牌呢也是越做越棒，那品牌力啊产品力都增强了非常多啊，并且大部分的售价呢也是比较亲民的。那去年我记得是12月份的时候，我分享过一双这个鸿星尔克天马跑鞋，那大家的反馈啊意外的非常的好。那前两天淘宝活动的时候呢，还有观众私信我问我尺码问题，想要下单。那这次的话，我又找到了一双非常适合学生党们的鸿星尔克金浙跑鞋，到手价是200左右。然后这一双鸿星尔克指径拖鞋到手是100多。那并且这两双鞋无论是鞋面设计、中底科技都是非常到位的，脚感也出色，那同时又能兼顾出街和运动啊，非常适合学生党们。那我们先来看这双金浙跑鞋。那既然是一双跑鞋啊，那我觉得我们还是先聊一下它的配置、用料啥的。那首先我们来看鞋面，鞋面它是搭载了半透明的夹卡鞋面，大幅度减轻了鞋的重量，那42码单支重量仅为250克左右啊。那上脚后你就会发现鞋子的包裹性很好，那这也得益于鞋面的这种织物的材料能够很好的贴合脚面。同时这个肉眼可见的大网眼保证了运动时有着极佳的透气性。然后我们再往后看啊，那后跟它是搭载了一个这种 TPU 稳固包裹设计，保证了运动时的稳定支撑，减少脚部的压力啊，大大提高了运动时的一个安全性。那中底的话是搭载了续弹科技，回弹性能呢大于等于 57% 啊，软弹舒适，缓震性能也是非常出色的。那无论你是跑步还是日常走路都有很不错的脚感。那然后我们再说回这个鞋面的设计啊，那我这双这个配色设计的话其实是非常简约清爽的，白色鞋面隐藏着淡草绿的纱线设计，那侧面鸿星尔克的 logo 用了银色勾勒线条，很好的融入其中。那中底使用了这种通体白色，搭配鞋面非常的百搭，同时那侧面立体的这种纹路呢也是很有辨识度。那看完这双跑鞋，我们来看这一双拖鞋。那这双指径拖鞋整体的外观是非常饱满的游轮弧形，立体感十足，那整体灰白色质感呢也非常的不错，那侧面的品牌 logo 很好的融入鞋身，那 EVA 一体成型发泡啊，防水防臭，那洗澡时也可以穿着啊。那类似轮胎纹路的橡胶大底保证了抓地和防滑。那科技方面，尔克奇弹科技中底带来出色的脚感，缓震减压的效果都是非常的不错的。然后在脚底这边有满印凸起的纹路啊，不仅可以止滑，也能给足底做一个按摩。另外4厘米左右的一个厚底，在穿搭时也可以更好的修饰你的腿型啊。如果你在寻找一双夏季的拖鞋，那这双鸿星尔克指径拖鞋可以关注一下。 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要分享的两双鞋款，一双鸿星尔克金浙跑鞋，一双鸿星尔克指径拖鞋啊。那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两双鞋如何呢？可以在评论区和弹幕告诉我。那最后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，我是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